情海海啊，生死有命，无啥物人好计较的，嘛无必要有任何的惊吓，因为生就是死，有生就有死，但是死就是生，就是往生，就是重生。所以呢，生跟死中间，生就是死，死就是生。所以咱若想开，咱若参透，咱若转念，对着死亡，咱就无任何的惊吓。亲像最近啊，边啊好朋友安迪，亲像咱陆良啊集团的大头家严凯泰。一个57岁，一个54岁，长用的时阵，啥物人想会到？遮尔少年就来离开这个世间，咱就感觉讲非常的唔甘，非常的无彩。安迪伫阿边啊，阿哥伫台北过地方的时阵，因阿母啊，就入去我看。如果唔知免怎，我安慰，送我歌本，叫我心情鬱卒的时阵，看歌册来唱歌，互家己较轻松一下。我非常的感动，但是啊，边个好朋友安迪，经过安尼10年无够的时间。咱就天人永隔。咱陆良啊，的大头家严凯泰，你想讲若无伊来斗骹手，斗可能陆良啊上届优秀，大家公认全国上届好的 CEO 林信义先生，伊来出任阿扁啊，伫2000年赢着总统选举。完成历史上第一届的政党轮替，伊来出任经济部部长，看伊做了偌好，尾啊过来转任做行政院副院长，嘛做甲，互大家非常的愕然。这是第一名的经济部部长，嘛是第一名的行政院副院长。阿扁啊，下当伫2004年连任成功，林信义部长、林信义副院长是上界大的一个功臣。但是一个民间的 CEO 下当来做安尼政府的内阁的阁员，来做一个副院长，真啊无讲严凯泰迄当时愿意放人。愿意支持，敢有可能？所以呢，阿扁啊，想到这段，对着今仔严凯泰来离开咱，我嘛感觉非常的艰苦。人生如此，选举嘛是同款。到尾来讲，选举每一届咱赢的呢，有赢就有输，有输就有赢。阿扁啊，伫政治这条路，我选台南县县长输，我选台北市市长要连任嘛是输。但是阿扁啊，那如果无输掉台北市市长的连任，我倒有可能做到台湾的总统嘞。我倒有可能甲大家做伙拍拼来完成历史性第一届的。政党轮替嘞，到尾啊，民主进步党过来重返执政嘞，所以输赢真歹讲。表面上讲阿扁啊来输掉台北市市长的连任选举，马英九来赢着台北市市长，将阿扁啊来啊伊打败，伊大赢。无毋对，但是大赢了后，阿扁啊变做台湾的总统，国民党失去中央的执政权。国民党来到台湾了后，第一届失去中央的执政权，就是2000年。啊，你讲马英九当选市长是赢，但是输掉中央的执政权，总统换人做。你讲这是赢，或者是输，所以输赢足歹讲诶。我讲输就是赢，赢就是输，输不一定赢，赢嘛不一定是输。所以有当时啊，咱啊想开、看开、转念、参透。选举输赢，有啥物人沮丧，也是讲，感觉讲亲像安尼世界末日，输掉选举，亲像讲安尼未来一世人永远爬袂开，无即个代志，无万年的执政党，嘛无永远的在野党。一届选举的输赢，咱无算啥物。伫人生的旅途遐尼长的中间，一届失败，两届失败，迄嘛无啥物，拢总是真好的一个成功的经验。无失败，倒有可能成功，是毋是啊？阿边啊，要啊各位来面对。咱啊，阁会当了解有几个的案例。咱上届尊敬的谢中平、谢院长、谢大使，伊他妈拼台北市市长的初选，伊来输啊！但是尾啊，伊正做咱第一届民选总统、副总统的候选人，拼啊，2000年去较早。尾啊，搁来当选着高雄市的市长，颠倒阿扁啊，伫台北市市长连任失败。所以，你讲输掉台北市市长，会当来初选，但是尾啊变做是高雄市的市长。苏贞昌，咱苏院长。伊来输掉屏东县的县长，输给吴哲源，但尾啊来中东部做秘书长，所以倒转去台北县来选立法委员，因为罗秀玉身体的问题，无法度人参选到台北县的县长，伊过落来支持咱苏贞昌来竞选咱。台北县的县长最后来赢到胜利，所以呢，输掉屏东县的县长连任失败，尾啊真做是咱台湾上届大县台北县的县长。咱即摆上届选，感觉讲伊会当有遮尼。大的智慧，过来伫即次的地方选举，过来连任成功。咱汤县即摆汤市的地文产市长，伊想讲迄当时，伊立法委员都选无掉，有当时啊会感觉讲啊真郁卒。但是经过几年了后，临时来伊征调去参选着咱汤市的市长，短短2个月的时间，会当讲选到有够水的，安尼输一个几万票，虽败犹荣。4年了后竞选成功。啥物人想会到讲，一位咱市长候选人鄭文燦，伊根本无想着讲伊会赢，甚至伊也准备无当选的感言，只有落选的感言，袂啊，来打倒要连任成功国民党这个桃园市的市长。所以呢，立委落选变作是咱今仔日桃园市的市长，嘛是咱民主进步党的明日之星。若讲伫高雄市目前有几位立委，咱所知影的，亲像赵天麟立委，迄当时选市议员初选第一名，结果大家想讲啊，伊稳的分票予其他的人，所以呢，议员煞选输，选输议员变作是立法委员。咱今仔日搁另外一位伫咱美浓基山选出来的邱意莹立委，伊过去伫屏东来选即个立法委员，初选嘛第一名，但是大选为着要新人加调几个啊煞啦连任失败，尾啊转来咱较早高雄县来选美浓基山选区的即个立法委员，美浓的新妇，尾啊嘛是最高票来当选立法委员。所以呢，屏东的立委连任失败，尾啊变作是咱高雄的立法委员。所以有啥物人好怨叹？亲像讲即届咱一边一个连线的县市议员候选人，咱推荐103个，调64个，已经是输国民党。国民党即届当选率比谁有够好诶，但是咱一边一个诶当选率嘛无输其他各党各派，咱那个排伫国民党了后第二坎诶，中间有19个拢总是落选头，嘛感觉足无彩啊！讲到啊，遐尔衰，遐尔歹运，但是我要甲大家共同来面对，无啥。今仔日遮个落选头，真有可能下一届立法委员的选举，伊变作是咱的国会议员啊。所以，只要你卖放弃，跋倒，靠底跋跋呢，你阁爬开，重新出发，勇往直前，永不放弃。天无绝人之路，天下无迄个无可能的代志。这一扇门把你关掉，那一扇门帮你打开，海阔天空。所以，要甲大家共同来面对，人生也好，选举的输赢也好，无啥物通好计较的。所以即届国民党大赢，嘛有人讲赢了还阁无够，民主进步党即届大输嘛还未到底。那大环境无改变，那如果执政党无要改变，那如果总统无要改变，真有可能，过年外2002年的总统大选，立法委员的选举，拢总会大输。为人咧话提醒，讲总统嘛真有可能输200万以上，立法委员人讲立委席次减半，68席剩一半，这不是危言耸听。但是唔免烦恼，万免惊。我你讲输掉2008年，输掉2020年，个过2022年，民主进步党就个翻身啊！2024年的总统选举，甲立法委员的选举，民主进步党就个开了，风水轮流转，政党轮替就是安尼轮来轮去。这个你大赢，和你连续赢2届，啊，个过啊，就是大输。过去的经验来讲，无啥物意外，拢总会当来预测的啊。所以无可能讲永远咧摇摆啦，嘛无可能讲一世人咧落魄，是不是安尼？